盖的饭有点凉了，你能不能给我加热一下？加热，我来看看吧。这怎么给你加热？我没有微波炉。这个饭有点凉了，你能不能想办法给我加热一下，或者说倒点开水？你这个杯子没法加热啊。你弄的什么里边？当米饭啊，就点咸菜吃。你穿的太少了，你不冷啊？大姨啊，还行。真不好意思，我身上也没有钱。那我给你来碗面条吃吧。不用了吧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你坐着，我给你下碗面条。你看吃哪个？天冷了得吃点肉，像你们整天现在天凉了，在外面更冷，更不容易。